欢迎乡亲收看四月二十六号的新中华新闻，我是林浩，你好。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到中华南庙宫龟宝年度宝往本港进香的活动，将会伫四月三十号登场。今仔日南庙宫举行祭天大祭典甲彩头旗的仪式，由中华市长林世贤担任主祭，祈求进香过程平安圆满，整个典礼隆重肃穆。今年的本港进香活动将自四月三十号到五月六号为期七天六暝。南庙宫在今仔日进行祭天大祭式，祈求进香过程顺利平安。地上香，再上香，三上香，香。中华南庙宫龟宝年本港进香活动，今年以承担为主题，将伫新历四月三十号起驾。中华市长林世贤表示，今年进香活动由老二马会、兴二马会、老五马会轮值，而以承担为主题是代表信众对祖先、家庭、社会甲国家的责任甲义务。咱中华南庙宫中华妈。今年本港进香的时间伫四个四月三十要起驾五月七六等下甲咱回銮，等下甲咱彰化市咱南庙宫的进香是采用鼓励吼所以一路徒步的吼咱在庙西吼，我们常称为古香路啦吼，就是讲这个香火路啊吼足侪古迹的，所以咱这个是真有历史文化。真传统的一个进香的典礼吼，咱进香的过程完全遵照鼓励，咱去本港天后宫去咱的祖家庙有甲这个因的妈祖换龙袍吼，去甲北港、新港、洪天宫朝天宫有这个回香、供香吼，去倒转来彰化咱来甲这个。报道遐吼，就对龙吟吼，祭头旗啊吼，所以中华南庙宫咱中华妈这个进香非常热烈咱邀请咱沿途沿路所有咱这信众大德，拢会当摆出香案吼来拜咱中华妈。人咧讲吼，中华妈应外远啦吼，唔是干那应外远，佮伊应本身本地中华市。咱所有中华圈，咱所有信众大德，因为咱这个妈祖的保庇，大家拢身体健康，家庭平安，透过这个绕境的活动，进香活动，哦，地方会当安和乐利，所有人拢会当平安，哦，地方会更加发展。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共同来拜妈祖。中华南庙宫本港进香是台湾上老，而且第一个进香活动，更加发展为台湾重要宗庙文化，到今嘛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新中华新闻李炳宏、中华采访报道。